应该都有很多点了啊，大聊的啊，我们见，我的激动啊，以家的情形总还非常之家啊。咁當然呢，教宗好關心我哋大陸嘅教友啦，係咪？咁最近呢，就好多談判啦，啊，咁好多人就好樂觀啦，佢話就嚟得㗎啦，啊，咁當然呢，去談判呢，就希望能夠我哋大陸嘅教友比較有少少自由啦，啊，能夠平安咁樣過佢哋嘅信仰生活啦，啊。咁但係事實上有幾多希望啊？啊，政府真係會讓步呢？睇下東歐嘅歷史啊，我哋可以睇到好多次啊，教廷同佢哋有啲協議咧係假嘅，俾佢哋利用嘅啊。咁所以呢一陣啊講得咁樂觀咧，我又唔係好相信咯啊！我好驚咧，即係可能會壓咗嘅。啊，當然希望我錯啦，啊，但係有好多證據睇到咧，佢哋唔會讓步嘅。咁即係話我哋讓步咯喎，啊，咁讓步係咪一定啱咧？教宗係好有心啊，愛我哋嘅中國嘅教友。不過佢身邊啲人咧都唔知啊點樣幫佢咧，可能幫到忙啦。佢哋有啲都唔知啊，國內嘅情況點樣？有啲知道嘅，但係佢哋都有佢哋嘅目的啊。今日咧上成功啊，咁所以咧好擔心嘅，啊好擔心嘅。教宗仲難嘅真嚟嘅，啊喺嗰度軍事政府啊嗰啲誒資本主義啊，佢哋係虐待嗰啲老百姓，虐待窮人，剝削窮人。咁當然嗰度咧有啲人就信馬克思主義啦，咁被政府拉去啦。咁有啲神父或者甚至教宗咧。耶穌會嘅兄弟啊，企喺窮人嗰邊啦。咁政府話：你哋都係共產黨。所以咧，教宗咧係難免即係認識嗰啲俾人哋難為嘅共產黨。但係我哋國內咧係難為人哋嘅共產黨啊，難為咗千千萬萬人喎啊。當然而家好多好多啊，冇咁隨便殺人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，我哋嘅教育仲係好艱難。記得2008年，斯德王之年，教宗係中午啊祈禱嗰陣時啊，同嗰啲教友話：啊，我哋今日紀念我哋教會第一位殉道者。我特別諗嗰啲兄弟喺教堂之下兄弟啊，佢是話並且佢能夠中國嘅教友。但我咧求天主啊，使到咧，藉著我哋大家嘅祈禱，佢哋能夠堅持到底，能夠堅持到底啊！雖然而家睇嚟好似全面失敗，佢哋都唔會灰心，因為最後嘅勝利係我哋。所以我哋睇到今日啊喺呢個。福音裏面，耶穌明寫啊，教友嘅名分係點樣嘅啊？所以我哋諗起我哋嘅嘢，所以我頭先講嗰啲唔係問題啊，都係解釋福音啊。聖經啊，福音今日喺我哋嘅國內咧係事實。嗰啲談判咧當然要啦，你唔談判都冇得解決問題。但係有冇希望真正成功咧？我覺得希望好少噶，好少啊！有一個做法叫做東方政策啊，可能你聽過啊。喺嗰陣時咧，即係歐洲嗰啲民主國家咧，覺得同嗰陣時東歐嗰啲共產國家咧，都應該傾下偈啦啊！大家有啲來往啦，咁都啱嘅，最終都有成功嘅。咁啊，教會睇到咧話，我哋都有啲方法啦。不過咧，佢哋政治上啊傾偈咧有得傾嘅，啲政治係咩啊？啊，缺點咩啊？錢咯，權力咯，係咪？咁咧有交易嘅喎，係咪？
西啦，大把錢啦，東方好錢啦，啊誒，俾啲錢佢哋，佢哋可以讓步啊。咁有效果嘅，啊，逐漸啊，東西又合一咗啦，係咪？咁我哋天主教有咩俾佢哋啊？有冇可以傾啊？只有我哋嘅神聖嘅權力，啊，咁得唔得讓俾佢啊？唔讓得噶嘛。咁所以唔知有冇可以傾啊？而且佢哋而家已經管住曬噶咯，啊！不過而家談判嘅事，有冇俾我哋少少希望啊？你談判緊啊嘛，啊，咁啊，可唔可以俾面俾我啲教宗啊？冇喎。十一月尾、十二月初係聖村先有個傳教，好彩即係有邊都成年啦，教宗都批准嘅。但係咧，係禮儀之中咧。你以為轉法嘅轉法一定要參加，啊！大家都好尷尬啊！點佢一定要參加啫？可能唔係佢自己要啦，可能政府一定要佢嚟啦，係嘛？如果佢自己要，政府都可以話：，誒，你去旅遊啦，係嘛？喺一個咁神聖嘅禮儀裏邊，一個唔單止非法，而且轉法嘅轉法，一定要參加，一定要防守，係褻瀆嚟㗎，好大嘅罪惡嚟㗎。哎呀，咁其他啲主教都唔敢出聲啊！十一月尾、十二月初中間有兩三日咧，即教主會出聲啊，都冇出聲啊！咁而家出聲啦，而家話係啊，我哋知道啊，啲教友傷心，我哋都傷心，係咪？係咪傷心就教啊？咁而家呢幾日開會啦喎，啊，有少少話佢哋開會。開呢個會咩意思啊？你哋唔係個環境都談判緊噶嘛？又開呢個會，呢個會做乜嘢啊？即係話做環境話呢度仲係我哋話事嘅，呢度獨立自辦嘅教會，你哋專門份嘅，喺談判嘅時間點可以繼續做咁樣嘅嘢咧？即係話大家做一班。即是说你要出让步，你不让步呢，我不会让你意。哎呀，我们想想，那么教廷说了这些说话呢，当然很多主教都放心去参加咯，啊，主教呢有很多类的，有些主教都是好好的，啊，有人说，啊，这个陈书记等下帮地下，不是啊，我地上自己都好朋友啊，啊，很多神父主教都是我学生来的。他們很傷心的，但是呢被逼我現在說教練都給他們，那就去了，是吧？但是有些是不好的，有些是教宗啊，古道的良善，都說那些是機會分子啊，投機分子的，他們一定幫政府說話的，這個會是完全假的，啊，他們選舉愛國會的主席、副主席啊，副主席很多個啊，咁啊誒主教團嘅團長同埋幾個副團長，係咪真係選舉啊？有冇可能選出嗰啲真係好噶？梗係冇啦！一開會選舉之前，嗰班人已經坐喺主教誒呢個主席台上噶啦，已經定咗咧選呢啲人啦，啊，大家點知道啊？大陸有真係選舉嘅咩？啊？選舉後到選舉之前仲知道噶啦，係咪？所以呢很擔心的，這幾天發生什麼呢？教廷的發言說，我們暫時不批評住，啊，看發生什麼事，啊，哎呀，你哪裡看發生什麼事啊？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的嗎？這個會開了這麼多年了，你知道的，每五年開一次的，你知道的，怎麼開的？你讓他再開一次，你不可以叫他不開嗎？你不叫主教不去參加嗎？哎呀，真的。所以呢幾日啊，所以我喺我個博客嗰度講話咧，聖誕節啦，我哋開心啊！咁今日啊，我哋喺主牧之內開心啊！不過我哋除咗開心之外咧，啊都要祈禱啊！咁啊，開心都要食大餐係咪？咁啊，食完大餐可能都啊訂兩日去受齋啊！咁啊，我哋都兩日去做啊個教會啊，教宗好多。是最優的，他們最優之後都再一次呢，給一個記者講